próbáld a maximumot nyújtani, és menj tovább a helyes úton, második rész az ötből, a mester és tanítványok közt adásában. Elhangzott kínai nyelven 2007. május 27-én San Kanzion am Kropajnerzében, Ausztriában. 10. For Ukraine or Ukraine. Người là dấu chia bay vút trăm miền, ta như là sương khuya tan vào đêm khuya, tan vào đêm khuya. 第六, 第七, 等一下师父也会带他们回去了。我意思说连他们下来也被污染到这样程度。 要多修行，常常回去啊！不是说一下来都哦，一天到晚都是第六、第七章，什么都不要做，不可能的。你看释迦牟尼佛呢，修好辛苦啊，六年呢，而且什么都放下了啊，整个国家又放下，五百个太太也放下，第一个太太跟小孩，连小孩啊，父母舍不疼小孩，他连小孩也要放下，才能。 回头了，我给六年了，修那么辛苦，修错的地方，修不对的地方，快死掉了，变成骨头而已，因为修苦行，就让还找不到自己的那个原来的果位呢。他这种东西，大家天下来，你们都知道了啊，谁都记载的。耶稣也是这样子，他也要修到二十几年以后，他才完全真的了解自己的本来面目啊，啊。 我讲这样子，为了要让你们知道，既然你们有弄错啊，有很挣扎的，不过不是全部是你们的错，了解吗？前世的业障又跑过来粘在我们身上，我们已经去地狱，地狱已经烧光光了，上来的还剩下那个在空气里面，还跑过来，在宇宙那个什么磁场里面，然后还跑过来粘在自己身上，让自己那个很痛苦。 很挣扎的，要做好，他又拉我们的话的地方，即使不要做坏，他自己也影响我们头脑啊，所以没关系，继续奋斗了哈，继续打坐，继续知道对的路就是走就对了，不管多痛苦多那个辛苦，还要继续做。我意思是这样，没有别的办法了，下来这边就是这样，谁叫你们下来嘛啊，<笑>讲过了啊 ，OK。 谢谢师父，哎，高兴，师父，嗯，师父，就像刚才说的，我就是感觉到自己打坐就是被困在那里，有时候就是这脑袋很挣扎，就，每次都是你一样吗？别问了，你还没开口，我已经知道了，给别人，这要继续做吗？没有别的办法了，OK，继续做。 继续做，OK，继续，没有别的办法了，回头更难，讲过了啊。<笑>要爬山当然困难了啊。如果那么简单成佛，不是回去源头的话，那何必释迦牟尼佛下来？何必耶稣基督？何必穆罕默德？何必咕噜娜娜？何必任何名师嘛？懂我意思吗？就这样，因为痛苦嘛，他们下来，他们也很痛苦，嗯。 啊，你看呢？那么多名师下来，不过下来了以后，还是要修行啊。你看有没有一个名师下来，从什么什么天下来，然后马上就从小孩子的时候开始长经说法了？啊，<笑>马上第五阶了，不变了，没有？有没有看到？没有，那你们也是一样啊，哪里额外，哪里想便宜？ 啊<笑> ，Next one， 现在也让问就不问了。哎，师父您好，我是法国的同学，我母亲在79岁的时候，您给她印心，非常高兴。那她去年11月10几号刚好在那个我们要去泰国打禅之前，她就往生。 我感谢师父是带他走了，就是刚好我才可以去泰国打禅，非常谢谢。那我自从他去世以后，我天天都很难过，会想到他。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做梦，没有梦到他。梦干什么？<笑>你等级那么低，怎么看到他？嗯、啊。
我想请问一下，他现在有没有出了三节？谢谢。当然他出了，啊，谢谢。问自己有没有出才对。OK，你听音信了没问题吗？OK，师傅会照顾，不管他出不出三界，我会照顾到他出为止啊。那你要管自己了，OK？哎呀，他已经脱离苦海，他哪里跑回来跟你讲啊 ？OK，next、okay, one，don't worry 啊。你看啊啊。感谢师父，我没有问题，只是感谢师父。去年我小女儿已经隐半心，然后 ，yes， 然后今天我儿子他也想隐全心了，感谢师父加持。我听不懂，加一半了，我听不懂。什么？女孩子怎么样？我的小女儿去年已经隐半心，然后今年儿子也想隐全心了。今能隐吗？今年我的儿子啊 ，OK， 他本来一直很犹豫，啊哈，觉得自己达不了两个半小时，尽量嘛，尽量。对，哎、然后去年去那个泰国大禅时候，然后过了几天他就想通了，他跟我说：“妈妈，我要隐全心了。”那今年七月份他就可以隐全心了，谢谢师父加持。太好了嘛，这样还哭。师父，这一个小问题，就是小朋友如果他当天打坐时间不够的话，隔天是不是必须要让他补上 ？OK， 能够补就补 ，OK。好，那尽量嘛 ，OK， 尽量哈。哎呀，谢谢师父。不客气。小孩那么坦白啊，怕打坐不够。不错啊，跟他讲尽量就好，尽量就好了 ，OK， 尽力嘛 ，OK， 打坐多就是对我们好嘛。因为如果我也可以跟你们说啊，随便啦、啊，你能打多少就打多少，这样你们比较喜欢我。不过我跟你们讲坦白，如果没有人跟你们讲一个规矩的话，你们就不做的啦。赖在那里，他师傅说做多少没关系嘛，何必我何必卖命呢？难道师傅说没关系，你做五分钟就行了？当师傅这样吗？我是要你们达到一个程度嘛，啊，所以说要打就两个半小时了，呀。不过如果你们达不到的话，那我不会杀你们的啦。就是打坐越多越好，而且如果我们人就是这样嘛，懒惰嘛，如果没有一个规矩给你，没有一个。什么榜样啊，我们说那个一定要这样，你们就不会做的了啊。你看有没有一个人工哈、啊、在那个任何的办公室哈、啊、自愿哈、啊、每天一定到那边工作8个小时10个小时的，没有，还要刷卡什么，他还要准时到，他还不会想准时呢，每次找借口啊，交通太多了，塞车啊，我今天头痛啊，啊我不上班啊，我妈妈生病了，我小孩不乖，啊很多借口不想工作呢，啊何况老板就说哦没关系的，我们工厂啊，打开为了好玩而已。你们爱工作就工作，不爱就留在家里去赌博，有吗？那这样子，你觉得员工会不会进来工作啊？当然不工作，不工作也可以领钱，谁笨才去工作？何况你们呢、啊？这些。懒惰的弟子，要打就2个半小时，还在那边打瞌睡，然后还算清楚，嗯，12点到2点半，在那边打瞌睡而已，然后放一个闹钟醒起来，就是 OK， 2个半小时，过去了，我也可以自由自在出去了，啊，要有一个我们那个头脑啊，是要有一个规矩的，要有一点戒律哈、啊，要有一点叫。不是规矩啊 ，discipline 叫什么呀？纪律啊，纪律哈，对啊，要有一点这样子，不然他不会做的。嗯，
已经知道要做两个半小时，他这边要骗人呢，骗自己的，不管打瞌睡不是，但在那边乱七八糟想什么，还要写下来两个半小时呢，啊，那没关系了，你尽量就好。我意思说要尽量，不要骗自己，了解吗？因为打坐多是对自己好，那、啊、不过刚开始师傅还要说这样子，一定要做两个半小时了啊，以后你们自动嘛，好吗？哎，自动哎。小孩上学也是这样子，有没有一个小孩自动每天就这样乖乖上学呢？做功课呢？很小，也要鼓励他啊。有时候要收买他啊，啊，你做功课好好，然后给你五块，啊，等等，啊，知道吗？谁是对他好的呢？呀、啊，你不一定能够得到他什么那个帮助，因为他学是他毕业嘛，他毕业以后他。找好的工作，你不一定还在世界享受他的一点钱，如果他给你的话那不过你要他上学，因为他当来好，那这样子还要催动啊，还要鼓励，还要恐吓，有时候要收买才行啊，给五块十块要乖乖做功课啊，我带你就去喝什么都好东西啊，吃冰啊等等啊，带你去玩，做功课玩，妈妈带去玩，比方说这样子，不是爸爸，不然爸爸打屁股，比方说这样子，那再做啊，我们那个头脑哈，也是跟小孩一样啊，喜欢简单，不喜欢工作嘛啊，就这样子，所以要有一点纪律哈。OK， 下一个，来吧，快快，不然我跑掉了。师父你好，嗯，首先我想感谢师父，就是说自从印信以来吧，就是说得到师父很多的加持，然后每天就像都是生活在这个就是神奇感应之中，所以说不完。那我现在想问师父一个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问，就是说前段时间师父说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有一些比较困难的情况，要我们赶紧做这个 SMTV 的广告啊，就说拯救这个地球。我想知道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好转了？你没有看到啊？你没有觉得好不好转啊？我觉得是好转。对呀、啊，就是那个最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已经都过去了？不一定，你如果不继续努力，他再回来，冤家很好找，福神很难抓到。所以还是要继续努力，不要问我这样子啊，师父说 OK 了，我现在可以轻松快乐了。不是这样子了，我们还在这个世界啊。我们不是在天堂，所以别问我轻松不轻松了，继续做就对了。 OK OK、谢谢师父。不客气，不过好转多了，谁都知道嘛啊。美国又军队要退回来了，英国已经退一些了，也要退了，法国也要退回来了，那各国要退军队回去了，还有很多和平建业什么一大堆的，当然有这边一点那边一点，不过比那个以前和平多，世界和平多，然后国家互相帮助别的呢，国家互相团结啊，然后现在每一个国家联合国，每一个国家都集合，天天我是常常合起来想办法净化这个地球啊，排毒啊，想净化啊，做越来越好，保护那个环境。保护我们的地球，你看啊，天天都有 SMTV， 天天都有好的消息，以前哪有这么多啊？现在好像大家都互相做我们喜欢这个地方啊，好像做跟我们要一样的，是吗？一直往那边呢，一直往那边做啊，应该恭喜自己啊，这很好的了啊。不管有一些业障，当然还没有完全消除啊，那个是个人那些还是那些团体的业障啊。不过总挂了报告哈，我们地球已经好多了，多那种比较多道德精神，比较多互相帮助，比较像人啊，现在比较像人。OK， người như thuyền qua sông trôi mãi xa bờ ta theo dòng mưa đông bên đồi lang thang
Russia, leave Ukraine or Ukraine now. Peace be with you too. The Jain tradition views the world as an interconnected web of life. Every action that we take as individual humans and as a society has an effect on this ecological system. The way we eat plays a tremendous role. Consequently, Jain ethics requires us to seriously consider veganism. Are you ready to make the critical transition to a vegan lifestyle for animals, the planet, and human health? Dr. Christopher Jain Miller, PhD, vegan,